段に来て初めて来たのが台中。我是没有去过台北的。超久没吃这个蚂蚁，超美味しい。果然我是大阪人，我喜欢重口味的。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麻油麻油です。今日は台中にやってきました。実は台湾に来て初めて来たのが台中。我是没有去过台北的，所以呢，我特别喜爱台中。是我来台中才爱上台湾，所以是一个回忆的地方。然后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嘉宾，是个好朋友，也是 YouTube 的前辈，莉莉酱。噔噔噔噔噔，呀吼，莉莉娜走。さすが。今作ったんだけどね。今作ったの。啊，但是今天第一次表演这个部分。谢谢前辈，谢谢前辈，谢谢。今天请多多指教啊。お邪魔します。听说你是台中神冈人。没有错。嗯。神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没有。所以呢，今天就是这个日本人带你这个台湾人去台中一日游。哦，いいね。嗯，毕竟你是比较了解日本的台湾人，对，然后我是比较爱台湾的日本人。逆やん，めっちゃ逆やん。就带你去走走。耶、yeah! ！好，我们去第一个地方，拜拜。我刚刚鞋子差点尿。好，第一个点呢是有百年历史的台中火车站。台中火车站是有三代，你知道吗？第一代是1905年的时候盖的，第二代是在12年后，所以呢，多少？1905加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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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了第二代，后来呢因为高价化才盖了第三代，2016年的时候，对对，所以就是第三代呢其实也蛮新的。嗯，旧火车站是第二代的事情，对不对？哎，完全不知道第二代的事情。对，第二代呢现在是已经是固定古迹了。嗯嗯，国家古迹了。对对对对，国家的团队接办，然后打造出一个台中艺文化园区，对不对？一铁道讲那个啊，一铁道，对呀，什么游戏？耶、yeah ！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对对对，后面也有已经退役的三台火车。列車マニアの人には絶対たまらないよね。もうめちゃめちゃ好きなんだけど。え、そうなの？めちゃめちゃ好き。列車マニア？の、もう日本の鉄道めちゃめちゃ撮ってるよ。あ、そっか。じゃあ台湾台中の鉄道も撮ってください。任せて。はい、じゃあ次第二个点に行きましょう。リンリンブラニー、よ。今はね、帝国自然禅台中医院所に着きました。私もここ初めて来た。初めて来た。私も初めて来ました。で、めっちゃさ、日本っぽくない？建築物が。ね。それはなぜかというと、昭和。昭和わかんないわ。1935年、昭和何年だろう。わかんないわかんないわかんない。1935年に建てられたんだって。で、その時は日本の人たちが建てて、で、その後にその砂糖のなんか物価とかが上がったとかのそういう影響があって、1990年代にもう転移したの。なんか日本人なのにさ、めっちゃ教えてもらってんだけど。じゃあだ台湾人。然后这边就很适合拍照啊什么的，走去看看吧。小心头喽，小心头喽。哦，会啊，1935年的。啊，斎藤さんだよ。日本技师斎藤陈次郎，齐藤藤陈次郎前辈。斋藤。对啊，斋藤。齐藤吧。念念斋。我们那讲斋藤的时候，斋跟齐了嘛？那个你得了，你得了。啊，中文已经很好了。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斋对不对？啊，很好。台中产业故事馆，台中东区的新亮点。因为这边其实有做过一点点整合，所以就是有做漂亮，然后河也弄漂亮。对，生态保育，双赢理想。Win win。
就是少女奔跑。哇，你看有爱心耶！附近的拉拉破的啊，行可以。拉拉破，初めて見たなって感じ。確かに、新しいよね、あれ。最新的耶。很热，你不要，我那个阿 K 来呢。然后他之前是当偶像吗？他在大阪当偶像，我是在台北当偶像。然后我们不是有一个组名了吗？刚刚说的，那哪个？天使。忘记了，因为是想来的。林麻油，林玉玲，麻油，林麻油。不要，好累，很累。我们要当你的爱豆，帮你们加油加油，林麻油。おいしくなれ、おいしくなれ。おいおいおい、キュー。你应该觉得我们很丑吧？对，看到。今は、第2市場、第2市場にやってきました。日本統治時代の時に新富町市場って呼ばれてて、昔は日本人の市場って呼ばれるぐらい日本人が多かったと。そうだね。ね。あと結構高級ブランド品とかも売ってたんだよね。昔ね。うん。で今はルーローファンとかが美味しいものとか、お洋服とかそういうのを売ってる。そう。おお。で80年以上の歴史的第二市場。台中の定番はマイタンがあるじゃん。ああ。麻辣烫食べたことあるよね。あります。我有吃过麻辣烫。绿色，看起来怪怪的，但是很好吃。那是台中人小时候就会都有吃过的一个东西。哦，这里有吗？这里有。OK OK， 那我想去吃一下，你带我走。啊，走。哇，好久没吃这个蚂蚁，对对对，就是这么丑丑的蚂蚁，就是黄麻的那个嫩芽，嗯、所以它的那个刚长出来的地方是可以吃的哦。果然厉害厉害。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布拉吉，还有这个地瓜。我之前吃过的是有那个菜脯在里面，配白饭吃，对不对？啊，对对对，会淋在白饭上。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ぞ。啊，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めっちゃ優しい味がする。あ、ほんまや、めっ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これ日本人絶対好きだよね。もう全体的になんか苦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あったんだけど、まあすっごい甘い。甘くて。いただきます。いくわ。あっくい。うまい、熱そう。待って、このチーズは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マジか？ほっほっほ、食べる？食べる。あるんじゃん。あるじゃん。あるじゃん。あるじゃん。やった。大番長。好像这个蚂蚁的苦苦的味道跟那个地瓜的甜味真的是很 match。你这家店真的很推荐。然后我嘴巴打开成绿绿的，我好害怕。有哎。耶！我要去吃肉丸。台中肉圆是你推荐的，对不对？没有错，这家店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百年老店。OK， 走，老板，哇哇哇杯哇杯能 A 霸王，要霸吗？不香不？爱爱爱爱，你可以吗？今天不香，好。来ました，霸王。美味しそう。このピンクのやつは甜辣醬かな？辣醬。辣醬。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这个辣完全不辣，对我来说。マジか。但是有提味，很好吃。食べてみたい。真的完全不辣，但一点点香辣。微辣微辣，可是我觉得我刚刚吃一点点就已经蛮辣的，所以不吃辣的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果然我是大阪人，我喜欢重口味的。あのソースですよね。对，辣酱，然后再加那个酱油，再加那个白酱，三种加在一起，超级重咸，但是对我来说是刚刚好。而且我吃那个大阪烧的时候，每次都会说酱多一点，酱不给很多的人。当然不是大阪人。刚刚问了老板，那个白色的酱是米浆做的，所以有一点带一点点甜甜的。なるほどね。なるほどね。学到了。我跟你说，我是处女座的。我会吃很干净。我很棒哎。我是射手座的。所以不会吃干净吗？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温馨、非常
舒服的一个地方叫做秋山堂。秋山堂に来ました。とこれは多分日本でも有名な春水堂の姐妹品牌。因为我对于茶，台湾的茶叶是没有到我那么了解，所以我就想要请一个老师，茶叶的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来秋山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先介绍一下，桌面上这些茶具，茶桌上的这个茶席布置有烧水壶，对，然后有炉座，接下来是最主要的茶壶，这把壶是朱泥的秋水壶。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排比较高的杯子，它就是闻香杯，饮杯的话就是比较矮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罐叫做茶仓，这个茶仓就是里面是装茶叶的。我们首先就是要把茶具都温过，我们大概是保持大概95度来冲泡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温茶，茶具这样倒过来。哦，对，好疗愈哦。它的温度会让闻香杯的温度提升，待会它的那个香气的呈现上会比较香。接下来我们就取茶，这是什么茶呢？这个是今年阿里山的春茶。接下来我们是用滚的方式把这个茶叶，这个很重要，对，日本茶叶茶道上也是有很多步骤，其实是为了漂亮。对对，是那滚茶。好，那我们茶叶就在茶则上，我们就可以闻香，它现在没有热度，淡淡的香气。哦，那接下来就拿着茶针，这个对，慢慢的把茶叶置入到壶里面。因为刚刚壶里面有热气，对不对？它现在已经把茶叶的香气慢慢的带出来，你可以闻一下。啊，真的不一样，味道不一样，不一样，对。啊，好香哦。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注水，小心重哦。哦，蛮重的。好。对，好，再放回来，很专业，真的吗？厉害厉害，好，我们盖上壶盖。那我们第一泡我们可以品饮的时间，我们大概抓一分钟。那这个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把我们刚刚的温茶杯的那个热水，分别的再倒到饮杯上里面。对，然后这样倒过来。对，很好。对，好，那个给你试一下。对，有没有感觉那个闻香杯有温度很高？ 对，很高耶。对，那我们就可以把茶汤倒出来。很好。全部吗？对，全部倒出来。哇，这里的音乐真好听。阿里山的乌龙茶，它的汤色是比较黄一点，对，金黄色 的，很漂亮。我们就开始分茶汤。嗨。哦，这样对，好，都好，对，刚刚好五杯，耶，非常好，好，那放回来，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一杯一杯依序的送给品茶的人，这个就是刚刚温杯的嘛，我们要先倒掉，好，先送出去，再来闻香杯，跟着送出去。好，换你再说一次。左手拿杯托，很好，对，记了，对，拿起来，拿起来，哎，没有，那个水是要倒掉，对，然后再放回去，放回去，然后再送出去，倒走，哎，对，很好。那接下来是阿里山的春茶，对，来搭配这个笑容，很优雅，哎，おこしやす。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ね。好，我要来这里打工了。好，对，然后注意一点，最后一组是要留给自己的。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时刻，要把我们的闻香杯倒入饮杯，大拇指跟食指轻轻的倒过去。对，很好，好，然后拿着，拿着就可以闻香了。整个香气是从，闻过这么香的味道哎！它整个香气是冲出来的，对。哇！好香，真的好香，但是我真的是形容不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喝茶。小小口，我们基本上是分三口。啊，分三口喝。对，这个杯子比较大，你可以分四至五口都没有问题。
很清甜，有没有那个？嗯，真的耶！为什么茶会这么甜呢？对，充满的香气在我的到我的鼻子这样子冲出来，它的香气是会往我们的对耶上面大脑头脑，然后你喝到第二口的时候，唾液产生就是回甘。魔术师呢？是因为就是茶叶保存得很好，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香味。对，再来是新鲜，像我们现在喝的这个高山茶，一定要新鲜。对，真的不一样。对。请用我们的点心，好漂亮。这个是我们秋山堂特别的茶点，烹起来这个是起司酥，我们现烤的，咬下去里面有起司内馅，对，非常好吃。这个是小马吉，是不是？那它外面撒的是黑糖，黑糖的味道。对。然后这个是茶梅，对，我们腌制过以后，然后我们再撒上桂花，金色的那个你有看到吗？有金箔，对，这是我们秋山堂特有的茶梅，请享用。这么精致，你可以试试看，小心烫哦。里面是，很香的感觉，然后芝士的内馅好多哦。对，然后你有看到我们的成绩吗？秋山堂每个月几乎都有艺品的展售，那这个陶器会用现场的作品，那它这个作品是柴烧，完美的组合，真的，谢谢。我刚刚也有看到一些日文的菜单，お茶の流れとか、ここにもお茶の説明、お茶の入れ方の説明からお茶のメニューまで全部日本語で載ってるので、皆さんぜひ来てみ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お茶っぱ。もう買えるみたいなのでお土産にもふさわしいですね。あ、すごい。ここにもメニュー。あ、おつまみ料理とか茶菓子とか、あ、もちもちこ、あとお食事とかもあったり。あ、ここはお茶かな？激戦、秋山激戦のお茶売ってます。とっても幸せなアフターヌーン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吗？知道，今天太阳饼博物馆有来过吗？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那我们走进去看看。走，好。哇，私たちはひまわりです。せやで、リンマヨひまわり。リンマヨ。嫌なんだけど。我不要。不要か。我振られた。哦，空间真大。哦，展示区。西洋饼喏，起源だって。阿明师，我传承下来的60年老字号店铺，这边已经是第三代传人的系列了。第四代会是我。所以这样讲的。哎，でも本当にさ、綺麗だよね。ね、これやな。明治维新的时候，明治维新，所以比较像是这样的建筑。对，比较偏日式的欧风建筑这样子。いろんなさ方がある。啊，ほんまや。可以，リンリンの顔の形も作ろうよ。確かに、なんかお互いに顔でかいの太陽饼，我要做那个跟我脸一样大的太阳饼，跟马友一样的。有人要吗？然后就砰，然后就出来。那个形状有吗？这个是一样大。我会。我超喜欢吃蛋黄酥，我就喜欢吃太阳饼。哎，你知道台中还有老婆饼吗？啊，我知道，是老婆的饼。海洋ケーキ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れは原味で、そっちは蜂蜜。蜂蜜？ね。太阳饼的由来肯定是就是油亮油亮，金色的，好像太阳。一定是这么简单。那老婆饼呢？老婆油亮油亮的脸吗？いただきます。甘さ控えめ。でもちゃんとの。皮のしっとり感と、なんか滑らかな感じとほんのり甘い。ほんまそれ。ほんのり甘いよね。え、蜂蜜すごい。本当に香りだけ。甘さも多分同じぐらいちょっとだし。
有蜂蜜的味道，就比较甜一点。它其实是薄薄一层的，我蛮喜欢这种口感。我觉得它的原味的麦芽糖的味道比较重一点，对不对？嗯，你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什么？哎，啊有有，嗯，我喜欢吃原味。嗯，怎么了？等等等等，哇，小心，好多鱼哦，気持ち悪い，好多。お姫様，どうぞ。あれ美味しそう。这个看起来好吃。哇哇。耶，到了，着きました。もう大衆で一番人気のアイスクリーム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宮原眼科のアイスクリームを食べ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楽しみ。ね、はい、どうぞ、どうぞ。でも日本語のメニューもあるから、皆さん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何頼む？もう決めたね。うん。お、じゃあお楽しみ。イエーイ、初めて食べる。え、ぜひ感想聞きたい。とりあえず台湾といえばマンゴー、アップルマンゴーと鉄管鉄管の茶を頼みました。でこれはルドポ緑豆ケーキと杏仁片。いただきます。とりあえずマンゴーから一緒に食べよう。マンゴーといえば台湾、台湾といえばマンゴー。めっちゃさっぱりしてる。我这七年没有吃过这个冰淇淋店，我真的有点后悔我的人生。哎呀哎呀，一口面だけど。真的很好吃。めっちゃさっぱり。软绵绵的。嗯。难怪这么多人排队买这家。我要铁观音的。怎么倒过来？我也是茶类很厉害，对不对？我觉得你说茶类非常厉害。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铁观音，也太香了吧！他们家茶类的话都很推荐，非常浓，可是不会腻的那一种浓，完全不会腻耶。那瓦片，豆豆最爱瓦片。やばくない？うん、美味しいな。ちょっとしっとりしてるよね。そう、これ今日ダブル頼んだんですけど、このトッピングは無料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これが20元でしょ？ワッフルが20元でアイスクリームダブルだから2つ2種類無料でトッピング選べて、だから3個トリプルにすると3つトッピング無料で選べるってことです。そういうことです。美味しい。どうぞ。ああ、うまっ。いっちゃえ。谢谢双云大哥的。哎呀哎呀哎呀，一口气一口气。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マジか、食べたい。ホクホク。あ、おいしい。ほろほろのホクホク。超级松软的。因为它是扎实的，它不会一夹去就会碎掉那种。嗯，美味しい。好吃，一起消暑一下吧。妮妮。台中有一间日本人开的居酒屋，我们进去聊一下。好。好，弟弟。哇，谢谢你今天跟我约会一整天。哦。我来边吃边喝边聊一下。没问题，要聊什么呢？要聊的是恋爱话题了。哇，日本女生最爱的恋爱话题。没错，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楽しいし一番盛り上がるんだよ結局は。まあそうだね。那就是第一题啦。好了。